大家好，我是威丁。首先恭喜飞丁组合打满三局逆转胜任何组合夺冠，也恭喜任何组合夺得亚军，当然也祝愿任翔宇早日康复。首局开局任何组合状态大好，直接打了一波11-3进入半场，半场后双方各得十分，让任何组合以21-13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飞丁组合一路保持领先，打了一波11-6进入半场，半场后飞丁组合接着打了一波10-6，也是11-12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飞丁组合略微优势，以11-9进入半场，半场后飞丁组合更是直接打了一波10-8，也是11-17拿下比赛。